感谢大家，因为今天其实真的蛮热的，而且没有风哎，你们竟然可以等我，我觉得很感动，谢谢。对，而且他们好早就来了。等很久，从各个角落，有的人昨天有去，还有人今天第一次来。真的吗？有人昨天有来吗？有呢。等一下，你上台，慢慢的，好好的把他们看清楚。那当然呢，我们来到了台中，也要跟台中所有的粉丝介绍一下你这本写真书。这本写真书，我们到台南去拍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整本都是台南拍的。对，有户内的室内的景，也有户外的景。对，你个人觉得哪一个的挑战比较高啊？挑战吗？对。其实我觉得我的动作都不是那一种什么，就是比较激烈的动作。但是挑战很高的话，我觉得在海边挑战很高。哦，是因为昨天呢，我们的台北的签书会现场，吴尊有说，小猪呢有苹果肌，有蜜桃臀，有美人腿。啊，你觉得那因为在海边都露了吗？不是，我觉得露是其次，但是海边就是没有遮蔽物。哦，直接曝晒。对，而且它根本就没有厕所，也没有更衣室，所以我们在海边其实是当众换衣。哦 ，OK， 所有人围起来帮你，让你换就对了。对对对对。哇，你真的是出外景出那个经验了就对了。经验了，对。对，那刚昨天有讲男主人视角。对，男主人视角。那你觉得，如果就这根本就是男朋友视角再进阶变成男主人视角，对，你觉得你？因为刚昨天有说嘛，爸爸妈妈啊，爸爸看过了一些，那个妈妈翻妈妈是完全没办法。那你的好朋友对你这本书的评价呢？其实我觉得我好朋友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都是评价蛮高的。是，因为男生是说就是你每天看的话会有不同的心情，可以看不同的页数，然后里面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角色，然后可以让你沉浸在里面。他觉得其实对男生来说是很丰富的。哦，对，然后那女生朋友说？女生朋友的话，她是说，就是因为我的几乎每一张照片都是有取景跟构图，不是说以个人为主，所以他们看起来他们会觉得很舒服，不会让他觉得说太情色之类的。对对，好健康，非常的健美，健康阳光。对，而且我看过有些新闻上面，小猪说因为听说你每一个 pose 啊，你们拍了2万多张，对不对？我拍2万多张。哇，真的，你每一个 pose 你都是怎么比的？昨天签上签书会上面就比了好多种 pose， 就是看他要什么风格。因为其实我摆 pose， 我不是说就是专注在那边摆 pose， 我是想象说那个摄影师就是我们家的男主人，就是我的另一半，所以那我要怎么样去跟他互动？像是里面有一part就是吃那个吐司嘛，对，然后我就是一直吃一口，然后喂他吃一口，吃一口，或者是说你吃不到，然后有这种互动的方式去拍摄，因为他就是拍比较自然的样子，所以就会一直压，然后就压了2万多张。我们精选出了200多张放到这本书里面，相信里面都是一些精挑细选的照片。那当然呢，因为有听说小猪在拍摄期间，为了要给大家最美好的自己的状态，其实你在半年前知道这个，你就开始一直在练习健身。对，其实如果你没有在 follow 我，你们一定知道，就是这半年我一直在练中国剑跟武士刀，还有练拳击。哇，你现在充满了攻击性的女孩。是有攻击性，可是我不会攻击好人啦，就是只是想说，因为练拳击真的很棒，它是一个很激烈的有氧运动，它大概练个5分钟到10分钟，你就是满头大汗，然后你会瘦得非常的快。而且练拳击非常的舒压，就是你压力很大被酸民骂的时候，你去打几拳你就觉得今天好开心啊。对，也把这个很棒的拳击运动推荐给所有现场的粉丝朋友。如果你想要健壮要瘦身，好，跟小猪一样去打拳击很好玩。真的，我前几天上了一个直播节目，是 UZ， 就是一个比较偏宅男的一个大将军，然后他第一次玩拳击，他玩得很开心，都不想把拳套拿下来。还是因为对打的对象是比较可爱的女孩，对，有可能哦。那有被 K 到吗？还是有被 K 到一拳？可是就还好啊，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，我们就是只是来练习的，是不会这么的用力。是。那当然呢，因为今天大家都是为了来上台来跟小猪互动签名。那有刚刚有说了，我们在台北有加码。对。那你自己说，台中，我们刚刚说可以加码，可以加码吗？你们要加码吗？他们。有买要买那么多，我们那个诚品书店非常 nice， 已经这边备货很急。那如果就是你们有买5本以上的话，是就抱抱，跟台北一样爱的抱抱。好啊，爱的抱抱，好浪漫。
慢哦。因为原本出版社是说就是不要加嘛，他说要10本以上，我说不行啦，5本就够了。他对粉丝真的很好，帮大家争取很多的福利。而且我们刚刚也说了，台中，因为我们台北啊，有些粉丝他们都好希望署名哦，所以我们来到台中，我们就现场跟他们说可以署名，但他们会把名字写好交给小猪。哦，对，要先写好。对对对对对，那就是太开心了。今天我们等一下就会立刻来跟大家来做签名跟互动，所以我们稍等一下，我们请小猪先到旁边先休息一下，等会儿再上台跟大家互动。那也提醒大家准备好你的心情跟想跟小。